红烧牛肉面。咋开始吃会这么大方厚道了呢？往前怼，往前怼！哎呀，不着急啊，咱再歇一下。不行，我非要哈气和他飞到飞到里。你要是哈的啊，和他好好说话。杨哥一米八，250斤，我就没人好好飞过话。你有什么可好？往下指挥，往下指挥，来倒倒倒，左大轮，左大轮，倒倒倒倒倒。老李，老李，快快快，走走走，走过来了呀！你慢着，哥，慢着。哎，这不是老李啊？哎，这是飞哥吗？看上去面孵的呀。你净刷人家视频了，今天能吃人家的饭吗？能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雷，今天偶遇绯丝了，今天给他们做豪华大餐，红烧牛肉。面，来一块上好的吊龙牛肉。哟，你妈这牛肉，诚意肯定是有了啊！这家伙这直接煎牛肉饼吃都行。小慧儿，切好的牛肉，擦一下水，去腥三叶套，飞哥的飞天不能少。就歪嘴儿。开始起锅烧油，油上放入葱姜蒜、豆瓣酱、火锅底料、咖喱汤、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、桂皮、香叶、咖喱汤，所有的香料炒香之后放入牛腩，陈改修复液、咖喱汤、味精、鸡粉、胡椒粉、白糖、十三香、咖喱汤、生抽、咖喱汤，不要钱的蚝油。高里头，大火烧开，小火煨炖，一个半小时。烧开水，烧起，烧锅，烧电瓶。又是这个独特的点，怎么回事？哇，牛肉已经炖好了，红烧牛肉面。出锅，上，开饭！来，兄弟们，开饭！老爷子，兄弟们，先看哈，先看，来，内有乾坤。这，哟，这才是正儿八经牛肉面啊！这，起码只吃面，不吃牛肉，啥不得？这面呢呀，咋全是牛肉呢？这方便面吃舒服吧？嗯。哎呦我，烧死了！哎呀，烧的吧？烧的。准备。老雷，这面我愿意天天吃，我也愿意吃。老雷，怎么今晚吃方便面啊？你吃不吃呢？不吃飞哥也吃了啊。方便面我要吃。公子，你这吃饭偏日样了吗？你这吃饭要有仪式感，就是挺好吃的。